看我们家的猫终于回来了，这是我怀孕之前我们养在家里的，然后，前一段时间我老公让他朋友抱走了，这前几天他发信息让我们抱回来呢，抱回来，但是现在家里小宝小，怕他和小猫玩的时候怕小猫抓着他抓伤他，那个正好小猪说他特别特别喜欢猫。然后他正好说要买呢，我说别买了，把我们这个猫正好送过去让他养着。他这2天一直在催我，我不是去外地了吗？我说从外地回来就赶紧去抱猫，赶紧给他送过去，等急了，走吧，赶紧。走。是不是咱舅他们都睡了？我看着像，地下长冬眠了，反正。猫尿啊！但是陈丽在哭。他可能晚面讲完之后不玩了。阳了吧？你俩这点没事啊？没啥事儿。走吧，不能白白浪费你的厨艺啊。那接着你给他买那猫窝啥买了吗？你让呢？买好了。啊。哎，自强，你说说，你给包点呗。我，他叫拉菲，你叫他呗。哎呀，可久没有养他了，还估计有点不适合。拉菲，拉菲，给拽呗。哈哈哈！阿朱说：“那你洗澡了？”咱们洗澡回来了，没抽完钱。我说：“我都还问他，我说那把谁给家的咋去了？他昨日念谁？”俺那样。那恁我把送俺咋了呢？俺不养了。俺猪不是想养了吗？你也干啥？干啥干啥干啥？你吃饭吗？俺吃饭了。那今儿脱离了，天天睡吧。可乖了。你问他呗，阿川。哎呦，当我家猫了，我都不想弄了，他还自己问。他喜欢猫。我也好喜欢。你也喜欢猫？在家不。哎，回哪儿搁了？就是那。好，搁这儿。你看阿朱给他买的猫窝，进去吧。来，飞进去。嘿，看来鞋是好了。那是。可以啊，子。我打算会学猫叫。啊？我会学猫叫。你会学猫叫？对呀。你会唱哪首歌会呀？我们一起学猫叫，在你身边撒个娇，在你身边洗掉，在你身边洗掉，哎呀，喵喵喵喵喵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给他了。猫来应该说，没，他还有点认生，他一会儿玩树楼他都出来了。没有跑，他的阶段都是先是害怕，然后熟悉之后就开始满屋跳了，哎，粘人。后来你得喂他呀，你吃饭的时候你得向前喂喂他，是不是？我吃饭的时候就要喂他。啊，我得洗我猫。你得洗我。就是熟了人多，来熟了人呀。俺舅他叫有其他的，你小姨俺叫阿双进来了。对，就你那声不响应。我看你去那家跟俺去那家一样，俺去了也是那家，就是那家。就是那家的去。啊，这边跟那家。他比我现在不管，都跟那买完单。啊，他说有人去收。姐姐。然后，他比我吃的好吃。请人上海南去。哎，过年去海南蒸烤蒸的时候，家里的咋弄啊？不过了，不过不走亲戚了，直接举家搬迁去那的。省来走亲戚了，也不用买东西了。你现在说的这就是专门做这个，做电影啊，寄生。你省了买菜了，省了。我走了，阿朱，给我拜拜。我先走了。这么冷酷无情。这玩意儿怎么不熟了？